纸皮原来咁有用 ，Google 密谋乜东东啊！啊，作死你啊！几毫子都同阿婆争，搞乜啊？整呢嚿嘢咯。啊，虽然睇落似小学鸡劳作，仲要叫 cardboard 咁吃，但既然系 Google 出品，俾人体验下平民版嘅 virtual reality。其实好大部分嘅内容都要靠呢个 app 去睇嘅。有少少 tips 就建议你企喺度玩会开心啲，因为你坐喺度嘅时候咧，你左右转咧就会有限制啦。靠喐个头同侧边粒掣嚟控制，个 app 啊暂时只可以自闭咁睇片，同感受下飞车由 Google 街景。就又是他们去年开发大会的酥粉泥，没得买的，但你都可以执块纸皮买两粒凸透镜自己 DIY 的。制作方法在 Google 的网站都会有介绍，但目前只有 Android 机才可以玩， iPhone 玩家就要等一下了。其实 Google 都是想抛砖引玉，事关虚拟实境，技术就一直有，但 Apps 就不多了。不谷下人写 Apps 又怎做得旺个场呢？其实家下市场上，就算是卖几千元的产品，都真是顶多用到来打机的。VR 几时普及到，可能都真的要看这块纸皮头啊。到时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就未知，但相信阿婆最怕就是这样。时代见证，战中启动，831下午5点，全程直击。